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样的车，这样的路上，你们敢不敢开车啊？现在呢，我跟舅舅来帮他们运这个斧子来了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季节了，还有这个鲜的这个山木菌，看好鲜啊，挺好吃的啊，好多，捡了这么大一袋，你们想不想吃啊？上车了，上车了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慢慢来，过来吃了，今儿白天。我的钱是要这马马马不切啊，你站一个，我们来。好多人，但是。哦呀。是。这个一袋有好多斤哦？八十多斤有嘞。哦。一分，自己上来个，哎呦我操！要不转起硬的好，哎呀，那个都知道啊，转个一两好吧，要下摊了。大家看啊，我们这里还有这种盆啊。这是接在这个树枝上的，我们这里叫的棉花盆，好吃的很。不懂这话，你去老几块吃老好。放在腰点儿，我放在腰点儿，腰了。上山了好吗？嘿，老好。走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你们知道这个野果子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们这里叫的是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们那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好漂亮啊！你看，整个树上都结满了。看，行驶在这样的烂路上，这个路太窄了。走到他们已经把车下完了，这些斧头呢今晚就会运出成都的，拿到成都去卖的，都是还是鲜的斧头啊。天也快黑了，这个风也刮起来了，越来越冷了，现在我们回家了。感谢大家观看阿斌的视频啊，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加转发哦，谢谢。